拜那不好事儿。来出发。是约在了拳击馆。拳击馆，因为这次是第一次我和他正式的约会，相当于只有我们两个的二人空间。我选择了拳击，就是因为小吴这几天我们刚进来，这是才第一周嘛，其实强度是很大的。然后一个活动接着一个活动，然后借这个拳击活动，我想着让他就是好好的发泄一下，把自己放松一下。萌萌约谁啊？小赵嘛。所以你平时运动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我最近可以说最喜欢的运动，羽毛球吗？还是拳击？哦，女生喜欢的。我觉得小屋里的第一次约会对我来说真的意义蛮重大的。我现在感觉到的都是他阳光大男孩个人魅力的那一面，但是还没有感受到比如说在爱情里面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一次约会更多的是能够确定一下我怎么想，也是想要通过一次一次就是深刻的了解，然后知道哎，这个弟弟他到底在想什么。哎呦，哎，好巧啊！好巧啊！你怎么来这儿了？啊，你怎么在这儿啊？我今天想来学学拳击，我帮你提着。我找了好久才找到这个馆子约的。厉害的！咱们要不要先去，就是换个衣服啥的？要的。走。哇哦！萌萌刚才看他眼神拉丝儿了，放电了。啊！你请了教练是吗？对啊。Hello， 你好。Hello，Respect。你好，你好。嘿嘿。嘿。好 ，OK， 我们左右。那我把这个卸了，我们前面先拿下来，然后等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再带，可以吗？好好，可以。OK， 来，我们男孩子先示范一下，来，这样的吗？好，对，这样。哎，你现在打他头，这样，瞄准这。好。看到这个硕大的头颅了吗？向他开炮。准备了，准备了。来，开始自由进攻啊！哎呦！你要打上去。哎呦 ！OK。这个萌萌还蛮调皮的，笑出了鹅声。好好好好好。你会不会生气？这有啥生气的？那我下一次更重了。你，我希望你用全力，你不用全力我生气。现在没有生气，因为到他要打你了。哇，他会真打吗？不可能真打，我觉得。你现在瞄他哪里？现在瞄他原来在的一个位置。哦，这儿是吧？对，瞄准。你一定要瞄这么准啊！来，三、二、一。嗯嗯嗯。三三三二一。左呀。啊，没事，摸头了，好生气了，开始生气，结束了，再来，回家了，再来一次，这万一一个不小心真的打到了，那爱火就没了。再等五秒钟啊，没事，哎，再来一下，为什么我躲不好啊？你身体得往下压，你身体压得太低了。再来，我试一下，看，这不就躲掉了？你看。哦，可以 ，OK。哦，就这个意思。OK 了，有点懂了。好，现在两位，我左右的沙包，嘿，选一下，这边来一个。哦 ，OK。现在我们在上台前啊，你们 PK 前，然后我们先做一下动作，怎么去打击目标。OK。来，准备，一二，一二。走，OK， 两位还是非常不错的。现在我们转交到擂台。嘿，
泰森上场。滨江拳王是吗？不是，等一下，怎么上？等一下。OK。哇！然后 ，Yeah， 对。OK， 好，现在到我们这里，好，先不要急，我们现在还没开战，还没开战。OK， 来看，来一二打完，你要去躲闪了， okay. 要记得来一二躲二，躲二 ，OK， 再来一次，走。哇，小赵好帅哦。哦。OK， 来，两位站在中侧，准备了。准备了，刚学过，刚学过啊，往这打，幼稚鬼，来，来准备，准备，来，不敢打，打完你就要去进攻了，不敢打，打完你你就该反击了， okay. 你瞄准他的额头。打上去啊，手拿高，一些些爱的碰撞，来继续，继续吗？继续，没停。哎，对不起，对对对，没，就应该是这样，应该是这样，是的，应该就是这样打的，对对，我下不了手。我发现他只要和教练在打，就是动作非常帅，然后基本上看出来用了很大的力量。但是每次一到我，就蜻蜓点水了一样的，就是感觉打得不尽兴，所以我不太想让他有这种感受。使劲打！我怕你别。有多拉劲儿，打多拉劲儿，打他头。我知道你劲儿太少了，用拳劲，拳劲，我没感觉到的。你护着，嗯，护好啊！来，我用力了。打打打打。哎，可以啊，可以啊，哦，哇，可以，可以，可以，就按这个力道打。他到时候打肿了，明天。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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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再来一次，准备，准备，准备。我觉得难。有力量。嗯，吃饭吃饭吃饭，饿了。走喽。小心老板，老板小心头。赵总。哎，扔地上啊，扔后面。扔后后。好。晚安，睡一会儿。哎，我听会儿歌，你要听吗？我想听 Kishmir 的歌。不能挑，这只能听我的歌单。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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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你觉得你自己是个浪漫的人吗？我啊，嗯，我是那种糙男。你是猪？对，我是那种狗男人，猪男人。狗男猪的，很符合我的形象。是吧？嗯。那今晚就拉黑了。为什么？不行。哟，撒娇了！天哪，我鸡皮疙瘩起来。下一首我已经对下一首。The city's cool and empty, no one to run. 那你看过那个 Stranger Things？ 你问过我了，我说我看了一半没看完。啊、哦，又忘了。又忘了。那你看过那？又忘了，再忘一个试试。你看过那个什么？算了，不问了。你刚不是要睡觉吗？ Maybe you can show me how to love. Maybe. Oh. I can see barely when you're gone. Oh, oh, let's say who. 西安舞啊。
打扮得这么刻意的？啊，小林今天蛮帅的哟，还拿了一束花。因为我觉得约会很重要，就能双方互相了解，能发现到底适不适合。他约了谁？小鱼啊。哦。Hello Hello。Hello。这是送你的，送你的，送你的，送你的花。谢谢谢谢。送你的花，送你的花，送你。哎呦，哇，送花的单膝、哎，而且他这个动作，他在大脑当中应该排演过很多次，他往后退了3步再进行这个动作。我其实，在早上的时候，我的直觉告诉我应该是小林。其实我对这场约会是挺期待的，因为在这个小屋的过程中，其实我跟小林的交流是比较少的，就是除了我第一次主动的去跟他喝气泡茶以外，我们几乎没有任何的交流。我确实对他是有好感的。这次约会，我想知道他有没有确定他那个人。什么？我们去玩卡丁车吗？好好好。这我帮你拿着。这个吗？哇，太大个了，得去换衣服吧。哦，好。红色吧。好的，那个脖子后面。我这也是红色吧？好，红色也可以。我也红色吧，我穿这块。嗯、哦，穿蓝色呀。对呀、啊，穿红蓝 CP 啊。好好看啊，这个。他也太好看了吧，小鱼。你们两个在拍偶像剧呢。有紧张吗？我说你有紧张，抱歉。我说你有紧张吗？我不紧张。你想开单人还是双人？我还没开过双人，双人可以体验一下。好呀。第一次双人体验都给了你。哎呦。那谁不是呢？我也是第一次。有点热。什么？有点热。给你扇一扇。抖了抖嗖，抖了抖嗖的抖出来了一个两个小包袱。你坐驾驶位吧。我坐驾驶位。你先学一学吗？这个吗？你不是没开过吗？哪个是那个？右脚油门，左脚刹车。那我这边是干嘛的？你这个边主打一个陪伴吧。OK， 好，我来了。我们开始了。开始。哇！哇！哇，这个好玩。相信你，哇，太爽了 ！Let's go！ 我觉得他放松了这一把。哇，我要是想穿那肯定能赢。我这么一开车好多了。
看了我也想去玩，我也想玩，对吧？就是如果我们在节目里面看到他们选择的项目或者选择地点，说哇我好想去，哇我好想体验，说明人选对了。而且你看那个左甩右甩那个身体的这样子的接触，哎呀电流，好，快点，可以，我体验了雅人开车的感觉。对，好了，现在换我主打一个陪伴。开车有嗨点，就很容易让大家开心，我们看了都开心了。我慢点，我错，你想开吗？开吧，我开，为啥？哎，大家开个单人的，行啊，下一下。定个惩罚。惩罚什么惩罚？这开单人的。可以啊，你定惩罚呗。你定也行。我定啊。输了怎么办吗？输了。输了怎么办？输了的人明天中午做个丰盛的大餐。先换车，换单人。换单人的是吧？好好，可以。可以。说一起做饭。开始比赛了呗。比赛了。燃起来了。比赛更好玩了。那他肯定要让着小鱼吧。好像有让吧。我觉得应该有哎。哇！他一定可以追得上他，然后超越一下，就再让女生超越。抖了抖说的这种小碎活儿。一会儿超过你，一会儿又慢过你，一会儿超过你，一会儿又慢过你，若即若离。我受不了一点儿。哎，卡顿了啊！卡顿了，看超不超啊？没事吧？好了，别让着我。等啊！我说别让着我。别让人家等他了。开心吗？哇，太爽了！他在逗他。对对。你太强了，超不过你。你让着我。摘也扔下了。我觉得他非常的绅士，跟非常的照顾人。今天就是算是第一次去玩这个赛车，他就一直在侧后方里面默默的去照顾我的安全。这点让我觉得特别的暖。
那你平常喜欢，你喜欢什么菜系？我不挑啊，但如果你能做东北菜的话就更好了。我做过。哦哦，他的这个小坏笑真的还蛮有点小魅力的哈。给谁做的？没给谁做吗？以前吗？哦。可以试着，我之前做过锅包肉，贼难。那明天点个锅包肉呗。我可以可以，给你做饭是我的荣幸。哦，别说这么客套的话。他这个笑容是真的是蛮可爱的。你是双鱼座几月份来着？2月20，我双鱼第一天。哦，我是狮子座第一天。双鱼和狮子配吗？不知道。我也不知道。用软件测一测。可以，去软件测一测。双鱼就比较喜欢浪漫的片段。双鱼很浪漫。就刚才咱俩开赛车的时候。你觉得很浪漫？对啊。而你开心就好。你今天开心吗？那肯定开心啊，能不开心吗？去吃饭吗？吃饭，走吧。是这个吗？对。哎，可以。可以吧？这个。嗯。哦，餐厅。坐这儿吧。你不应该帮我把这个凳子给先移开一下。重来。一般都是这样的。重来。逗你玩。重来。直接坐吧。你看，这个细节不行啊。确实啊。是吧？是的，是的。意识到了点什么？意识到了。哎，咋样今天打拳累不累？累。你感觉我打得好不？说实话，因为我没从来没有打过，这是我第一次就是和教练。你喜欢吗？我觉得很喜欢啊。你以后可以尝试一下多。Cheers， 庆祝我们第一次约会，好吧？没碰到。啊、Cheers， 怎么没碰到？不过你对其他男小伙对其他几个男人现在啥，就是聊一下大概印象。男生就是大哥，是一个非常细心然后照顾大家的。对。然后小林就是他和我很像，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然后小庄小庄，对，我觉得他其实相较来说，嗯，跟他年龄不符合的事情是他心智蛮成熟的，这一点我是挺欣赏他、嗯、对，他情商挺高。对，所以我觉得、嗯、我觉得他们小薇人的情商都挺高，都挺高。你的情商真的很高吗？我的情商，那你慢慢体会。好，仔仔。小泽就是一个很好笑的人，但他外表不符合。还有谁呀、啊？说完了。说完了。还有赵一萌。哦，好，这个人呢？这个人呢？因为在小屋里面接触他。嗯，都是就是比较大家比较开心的玩啊，然后闹啊，就是这种开心层面的。嗯，但是有些东西就是回归到现实生活当中，毕竟这个21天有点非现实的感觉，因为我们大家都在很密集的接触。嗯，所以我就想说，那更多面的赵一萌是什么样的，或者是深入去了解他的话，他是啥样的、嗯、我不知道，因为现在他在我心中就是一个很搞笑然后很特别吧。特别、啊、嗯，小赵在他面前是太过于理智了。对，就是我其实和赵一萌挺熟的，因为我认识他也10多年了、哦、他是这一说是最好的哥们。才十多年啊，你认识他、哦、10多年？对对对。哎，20多年了，不错啊、哦哎、我以为我们俩认识不是同一个赵一萌。就赵一萌这个人啊，反正他就是一定会给人带来快乐的。那你对我不好奇吗？好奇啊。就是你恋爱中会是个什么样的状态？恋爱中的状态，嗯，你是很粘人呢，还是？我还蛮粘人的。但是你不是平时工作忙吗？你怎么粘啊？我觉得这事儿不冲突啊，就是心理上，然后能见的话，就是尽量会去见。我以前其实挺恋爱脑的，但是现在的话，不太恋爱脑，但是我还是很真诚，就是很相信感情的一个人。嗯。我要是谈恋爱，我就觉得我男朋友是全世界最好的人，所以我就会自然的就是很黏他呀。嗯，因为我在恋爱当中，其实我
就挺小女生的。你对我的第一印象怎么样？对你的第一印象，你没说话的时候。哦，我说没说话。不一样，不一样。就你没说话的时候，我的印象只有是好看。但你说了话之后，我觉得咱俩很搭。就是你第一句话那个，我像工作人员，我觉得哇，好幽默。你当然肯定能聊到一起去。那你第一晚上投给我了吗？我第一晚上投给了你。大拇指。对啊。啊，是你啊。那你觉得那个大拇指谁给你画的？我不知道，完全不知道，我就猜的是你啊。因为还没有了解，就是对有好感，给点个赞。哦。那就是不知道说什么。萌哥有点东西。那有点，那必须不止一点。品味挺好。审美一流。嗯。那你觉得？嗯。作为好的男朋友，得具备哪一些？就是哪几点吧？你觉得？真诚坦诚，起码是首要的，对吧？然后其次，得提供情绪价值吧。然后如果有什么争执啊，什么矛盾啊，第一时间解决清楚，不要冷战。这个我同意，我超讨厌冷战。对，我也是。冷战这东西就是伤两个人的心，而且最终问题也得不到解决。那假如你们俩异地呢？异地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我觉得就是有距离反而就是也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但是不能一直有距离，就有松弛有度。你能接受异地恋吗？我异国都谈了那么久了，异地我觉得比异国好太多了。异国是完全见不到，异地是你想见明天就能见到。那真的吗？那反正很容易见到，因为飞机就两小时就见到你了。不容易的。不容易吗？我觉得太容易了，因为我天天坐飞机坐就二十个小时，我觉得飞机五个小时之内都不算什么事儿。所以你没有长时间的和一个女生 dating 接触？一年啊，异国坚持一年，也不一年吧。就我指的是在同一个地儿。没有，从来没有。我很怕异地。为什么？你觉得见不到他？没有，我经历过很长的异地的情感。多远的异地？我不远，但是很长嘛，就是我没有。我挺不希望自己在现在的阶段再去经历异地恋。异地恋不好，慢慢感情就会淡的。小赵他很需要安全感。我能 get 到你的点，我能 get 到你的点。对，因为我是觉得就是你可以就是有自己的一些壁垒，有自己的一些，但是你得稍微有点回应，就我觉得你给的回应还是挺充足的，就我觉得这样很好。因为我觉得就是喜欢，互相喜欢是个双向奔赴的过程。就我可以走90步，我可以走99步，但起码你要迈出一步。所以我才会说你多了解了解我，你会有新的感受，因为我不想要这样子，我不想要就是说，你现在因为跟我 dating 了，然后我就会去控制你的想法，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吗？我希望能给你一个非常。自由的环境，让你觉得你是，你如果真的很想要跟我接触，就是这个就是我想要的，对，而不是说，好，今天我们俩接触，我们俩就锁死了。先懂我再爱我，大概是这样吧。是的。没有这样呀、就是和你锁死，并不是因为其他什么因素，是因为我想。我觉得我现在看男生的标准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他的责任心啊，对，和稳定的感觉。就是我能这样说吧，就是一个人他在社会上总会有一个给外在表现的一个东西，基本没有人是一样的。所以我想看这个，就你喜欢那种成熟稳重会照顾人的霸道总裁。哦，我没有跟你说过我喜欢的类型是吧？你说过，你说喜欢负责任的。对啊，我喜欢有责任感、成熟稳重的霸道总裁。喜欢霸道总裁。你是不是更喜欢高冷一些啊？不喜欢。不喜欢吗？我喜欢外冷内热。外冷内热？那外热内热呢？外热内热不能是中央空调，必须得有边界感。那肯定的。那其实我觉得你对大家都一样。哦，其实就侧面的说他。女生应该最讨厌的就是中央空调。你觉得我对彤彤是这样吗？你觉得我对其他人是这样吗？看萌萌现在开始有防御，对他有点不开心耶。我有像他们这样的，就开玩笑啊，就是很肆无忌惮的，很做自己，很不在乎其他的东西的，这样吗？会的，是会有区别对待的，但是就真正和我交了心之后，才会慢慢发现，就是我有另一面，反正和我表现出来的完全不一样。
你觉得你自己成熟还是幼稚？你觉得我是幼稚还是成熟？你自己觉得？幼稚。你觉得幼稚？我肯定会觉得你幼稚啊！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我没有谈过比自己小这么多的男生，对吧？你不是说年龄不重要吗？是不重要，但是你说我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想法？你自己觉得？嗯。男生本来就比女生晚熟一点。你觉得我幼稚为什么？可能啊，是我的问题。嗯。因为我是属于那种被照顾型人格。嗯，就是你给到我的都是就比较好玩嘻哈哈的，但我哎就是不是小朋友嘛，不是小女孩嘛，我知道就过了那种可能没有曾经小时候那种对吧，那种勇敢的劲儿，然后经历过太多事情之后，反而我觉得自己在一个壳里。你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哎，我比你大对吧，毕竟有一定的年纪和经验了呀，那这个就是很坦诚的嘛。相比你可能接触过的女孩，那我是不是会成熟一点？所以呢，你自己要想清楚。想清楚什么？害不害怕？不害怕。那我可以再深入了解一下。吃饱了吗？吃饱了。那车队，那我们走吧。走。因为问完问题之后，他也不是很能深入的去聊嘛，我没有看到他比较成熟的那一面，所以我就希望说，那我就要在这次的约会当中，让你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最起码就是先了解我更多一点，看你还有没有勇气想要去接近我，想要更深的去了解我。她是一个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的女生，然后。也是经历过很多的事儿，自己已经很成熟了，然后需要一个长久稳定而且靠谱的一个亲密关系。小赵到现在其实他一直对我的评价是，我就嘻嘻哈哈，没事做什么一个正形态，但是内心世界是很难通过七天时间去碰触到一个人的真正的内心世界的。他指出这一个点的话，我觉得像是给我指一条康龙大道，他希望我是这样的人，就是我现在也不能给太准的话，他肯定的话，但是未来我肯定会往他所期盼的这个方向去努力的，我觉得问题不大。是啥呢？你给我去就知道了。把这个放在后面吧。行行行。放后面吗？这里吗？嗯。哦，哎呀，绅士，这种小动作就很加分。你怎么想着带我来？那个赛车呀，我比较喜欢赛车，卡丁车有点像我的节奏，就是它能有时候会快，有时候会慢。嗯，就是我慢，我是需要慢慢的了解一个人，然后我如果确定一个人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快速的表达我的目的。确实前几天我在了解，但是我现在。确定了，哦，确实，跟你挺开心的。我也挺开心的。确定了，是真的确定吗？他说的是我确定了我的心意。在小屋里，咱俩接触确实比较少，所以我很珍惜这次约会吧。那我确定了，就想了解你一个人吧。哎呀，确定了就。那你现在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你每天给我的感觉不一样，你知道吗？嗯，因为我其实这个人还挺多面的，说实话。那你怎么觉得我？我前两天看信了。嗯。然后我觉得你的那个文字表达，跟你现实生活中还有点不一样的，也有可能就是你的文字表达就是你现实生活中那种感觉，但我现在还没了解到，我觉得挺可爱的，就是我每次看到那个信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立刻就有画面在我的眼前了，所以挺好的。因为我一直挺相信缘分，但是我就觉得咱俩确实挺有缘分的。这个认同认同。我就感觉很多事儿，
很巧。对，这也是让我对你产生一个兴趣的一点。然后还有，还有那些运动会。运动会没帮你挡住那个水，实在是。没有，这一点没什么的。我就湿透了。你没事，这没事，只要你开心就好。我觉得小鱼跟他相处没有压力，这状态挺好。我现在觉得，但是每次跟你还是有点紧张，我挺享受这种状态，享受紧张的状态。对，我觉得这是属于一种心动吧。哇，太酷了！就是语无伦次，然后说话不过脑子。我很喜欢这种状态，因为这是毕竟就是喜欢的状态。嗯，还是很开心。哎，我们到了，走吧。今天的造型很可以。就是这件裙子，因为它可能露的太多了，所以我才放了一个外套。你这个衣服挺符合这个餐厅的。哎呀，狂夸。你怎么找到这家店的？因为我比较喜欢吃意大利菜。这是在我收藏夹里面放了很久的店。哦，真的是缘分，缘分呐、啊！又是一种新的缘分。不错，木林，还有我的名字，挺有缘。嗯，小林。小鱼，你比我小，感觉你比我成熟。可能我就是比你步入社会早一点。跟你事业心挺重了是吧？其实挺好的，就是可能工作能满足你，对，能给我带来很多价值。我也是这样想。嗯，聊的还是蛮真诚的。是，就是我觉得每天有事情做是很好。可以自己定个大方向，然后每年看有没有稍微近一点，就特别喜欢这样。我也是，就是做有计划的事情。可以，你的头发非常好看，有点塌了。你们女生怎么夹头发？这样啊，就拿那个电发根子夹一下。哦，好看，好看，非常好。又夸。非常。完美，哎呀，非常完美，他是真的蛮喜欢，真的喜欢，发自内心的。我给你弄点蜜瓜火腿，你要不好弄就算了，谢谢。这是第一天的哈密瓜，他们的这种氛围感，我觉得还挺磕的。心里改观了，给你个鲜花，黄色的花。我刚才好像弄到头发上了，有吗？头发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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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哎 ，OK 了。手指头都带电了。这种小小的这种接触啊，真的特别容易增进感情。谢谢。我很喜欢吃西餐。我也是。所以我觉得你为什么第一天选牛排？还有注意到他第一天选牛排。第一天选的牛排。我发现咱俩兴趣爱好还挺像的，还有吃的东西。是。要不要尝一下我这个？可以。哇，分享。分你一半啊。互相分享。OK， 没事。不好意思。你怎么吃那么少啊？你刚才一直投喂我。这点还多，能吃是福。你有没有觉得其实他们俩相处跟他跟小庄相处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磕到了。嗯，这个煎的跟你上次差不多。 awesome。 你下午几点啊？来得及吗？来得及，三点多。你下午没有？你也有吧？没有。哎，你跟我一起去。哎呀，我是慢飞碟。想啥呢？
已经感觉快过半了。小屋吗？嗯，感觉像一场梦一样，就是过得很快。嗯，这是第八天了吧？现在你觉得你的状态是怎么样？有点纠结。纠结。嗯，我应该能 get 到你的纠结。嗯，我现在倒是没有太多的纠结。我觉得我应该比较确定了吧。又说了，他又说了一次。那你现在还是像以前一样，希望像上次一样节奏说七天确定一个人。嗯，我以为七天能够确定一个人。所以现在不是七天了。我只能说我尽快。那你跟就是另外一位。我会说的。啊，小景、哦，我这么确定吗？我是想到就是不知道怎么不伤害的情况下，嗯，遵从自己的选择吧，自己内心的选择。嗯，其实我是一个就是比如说，慢热吗？我可能感情上是有点慢热，但是我是如果确定一个人。我们今天是采茶，你会喜欢喝茶吗？我挺喜欢喝茶，真的。嗯，好了，我还怕你不喜欢。然后一会儿去后面采、哦。可以可以。那跟着你去吧，来吧。你今天是我的领导，跟着你走。我今天是领导。他贴标签了，划清这个我和你的身份。Hello， 老板。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我们这边女生的话有这种围裙。可以，可以保护你的衣服。好的啊，跟我的衣服很搭哎。对，也是这种碎花。男生没有吗？男生啊，你要穿也可以穿。好，给你。好，我们还有这种，这种头巾，不知道你要不要戴？可以啊，是怕头发弄到。就是戴上的话，更有那种采茶女的。我来戴吧。啊，你来戴。哎，你戴着还行。挺漂亮的，戴着。好的，一会儿帮我拍照，谢谢你。可以。我要戴吗？你要戴啊？戴头巾啊？你想戴吗 ？Really？ 戴个也行。戴呗，戴吧，他想戴就戴呗。你想戴哪个给你戴？你可以看看。我看感觉，入乡随俗，有点那种感觉。你是哪里人？我是福建人啊。你福建人？但我从小在北京长大的。嗯，咱们杭州 local 带你体验一下这个。OK， 这个你们可以这样的，就系在你们的腰上。可以可以，没问题啊，可以系一下。好了，好了，好了。我是特别像个茶农。哎，就是标准的采茶姑娘。我是像老板，像捣乱的。捣乱的，老板你不要这样讲。哎，这个是干嘛的？这个呢就是斗笠，这是又防雨又防晒的。基本上我们这个男生呢都是戴斗笠的居多。你戴头巾的话，那我戴斗笠吧。对，你可以斗笠戴一下。斗笠跟我配吗？啊，很配啊。现在就是一个色系，现在就违和多了。还行还行。好了，那我带你们采茶去吧。感觉有点采茶叶的感觉。采茶叶的两位小花童。女生跟他相处都很轻松，没有压力。对，你以前采过吗？选茶人就是因为我爸特爱喝茶，就算是我们一个
家庭传统项目，因为现在是茶季，清明季节我们都会过来采茶，就过来住几天。我们先采，到时候还可以去炒茶。可以。我们就把它炒了带回去。炒茶还没炒过。你不是有筐吗？往我这儿。哦 ，OK， 忘了。我还没想到你竟然会选我，还挺惊讶的。因为昨天不是，就是当时不是领那个任务吗？我当时想说，那我找所有人都聊一聊，然后再选。就因为你昨天一直在外边。我的错，我的错。我爸让我选的你。我爸说，哎，那小玲不错。你爸也不会是双鱼座吧？不是，我没有，我只是很泛的问了他一下。所以你比较听父母的话呗？就是我爸从来不让我干啥，就永远都是他给我意见，那种。那挺好。这叶子，我都不知道茶叶长这样，闻不出味道了。但你不觉得这整个地方都很香吗？就是因为已经就是看着大自然，呼吸的新鲜空气。那边是茶叶吗？那边也是茶田，它好像没什么人在那边。那感觉在那儿采也会很漂亮。那边吗？在上面。我对上面有不同的感觉。往下看肯定很舒服，但感觉这边很治愈，你还可以听到他们茶农在聊天，他们聊天那种感觉，还有被风吹的感觉，就挺治愈的。大自然的约会很舒服，没有。我以后老了想在这种生活，当茶农过来，对，太爽了。要不炒？可以炒了吗？我觉得可以炒的，可以去炒一下吗？茶叶我还真的是第一次炒，我试一下，来，哎呀，轻轻的压下去，这只手放在这边，我知道，你要抹，哎呦，手别抖，手别抖，不用抖，不是，你下去的时候手不要那种害怕的颤抖，我没害怕，稍微抬高一点，哎，让它上，那不是这样抛，那你就是那就这样，类似啊这样颠。你要不要体验一下？我可以试一下。我摘了。先这样。对，小心啊，小心手。对，还是我发现还是女生的动作更像一点。我觉得我弄也挺好啊。你弄得特别好。老板怎么夸我呢？刚开始有点抖，后来就好了。你们的量都在这里了，好像凑不齐。我们采茶工的采的茶叶凑起来跟你们一起，然后用机器炒一下就好了。好的。所以能喝一下你们家的茶叶吗？可以。好，谢谢老板。不用谢。感觉怎么样？今天很好，还喝到了茶。我觉得就是选这个，一个就是有事儿做可以玩一玩嘛，然后也算是自我介绍，可以让我更对深的了解你，了解我一点，是一个不错的方式。哎，你很聪明。那可不。那你上一次感觉心里有蝴蝶在飞是什么时候？就是小鹿乱撞的那种感觉。上一次一年半前吧。一年半前？为什么？这是什么样子的事情？第一次见面吧，就有那种蝴蝶飞的感觉。一见钟情。很可爱。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它很漂亮吗？还是？我比较看重那种感觉，就是第一眼见那种感觉。什么感觉？就是她漂亮呗。不是漂亮，就是独特的气质吧。很看重一见钟情。那你呢？我家蛮常有蝴蝶在飞的，但我可能不会说一下子因为它飞了就爱上了。对，你跟我感受一样，我现在就是想了解，慢慢慢下来。但小吴节奏毕竟是快的嘛。那你会有点不适应吗？刚开始有点不适应，因为节奏确实快，大家经常见面，这是我第一次那种那么多人同居生活，然后每天就是睁开眼睛见到大家。那你现在有觉得你想，就是你觉得你是已经锁定下来了，还是你还是在多看？哎，来了。我觉得我应该有想了解的人。对，我想找一个就是性格和他的恋爱观能跟我一样那种女生，或爱好，这个很重要。明白了，委婉的回答了。那你现阶段你的恋爱观是什么？你比较就是想慢慢来看一个人呗。
对，我就是觉得多接触一定不是坏事嘛。就我也觉得，因为你就是其实你接触过很多人之后，你选择的这个人才是最理性的决定。我是比较容易第一眼就觉得哦这人不错，哦那个人不错。但是如果说你都接触下来然后再决定的话，其实是感性跟理性都选择了同一个人嘛，这样子会比较，我觉得会比较长久。我也觉得，对，那你跟我是比较同频的，就是想法是一样。Hello， 我们的茶炒好了，也帮你们打包好了，可以看看。谢谢。你们今天采了这样两罐。哇哦，采了这样两罐。我们家里。谢谢老板。不用谢，不用谢。那你会饿吗？你饿吗？嗯，有一点，我没吃东西。行，那我们可以去吃个饭。走吧。这是你选的地方吗？这里这么美丽吗？因为是女孩主导的，所以这个地儿也是女孩选的，还挺符合你的那种感觉。嗯，选的很浪漫，田园风。那你今天白天就是？我觉得约会，评价一下，方便吗？是我喜欢的哦，我喜欢约会，因为毕竟是我选的。哦，是你选的啊？啊，这有点加分哦，这加分了。嗯，你冷吗？那你穿我衣服。谢谢你。那你披上。嗯，他怎么这样子啊？我觉得还行，就是绅士。嗯，哇，好大好大一碗。给你点餐吗？好大一碗。对，因为你不是健身嘛，我想说点点鸡啊什么鸡蛋啊什么。很会点菜啊，这女孩很照顾她的感受。健身餐这么健康。嗯，那个卡丁车你觉得了解的怎么样？你不是有想了解的人吗？我想慢下来，因为小吴觉得太快了。嗯，但我确实比较慢，都七八天了还在聊。但是我想说，问你锁定了吗？你说我有想了解的人。我刚开始是有了解的人，挺大方得体的，但是经历一些私约会对我有转变啊。你就是变成了别人，就想了解别人了。对。嗯，然后确实我刚开始有点不太好。嗯，为什么？因为我当时就想抱了解状态。嗯，但可能我怕对方误解了，就是我已经要表达爱意了，但是我就是想抱了解。嗯，所以我就导致我怕别人误解，误解后，那别人误解是别人的事。所以我现在在这几个在这些人里面确实有新的想了解的。你自己心里在想什么就去。因为我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不是有什么好的方式。如果他没有提起这个事情，我就假装不知道，我就把他当朋友。就如果对方愿意沟通，想要沟通，我会跟他说我正在接触不同的人，我也希望你去接触不同的人，因为我们本身这个时间也不长。他对我有点太主动了，但是我觉得我们俩没有到达这种阶段。他们这个不算约会，分享分享，可能这是他的表达方式嘛，每个人有自己喜欢的表达方式。然后所以我感觉我也需要时间再想一想这个问题，然后再去想要怎么回答他。那我觉得也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吧，我没有觉得你这是错的。对，我又怕伤女孩子心嘛。伤心是必然的，如果他已经很主动了肯定会伤心的。对吧，我很头疼，太头疼了，我一天一直想这个问题。别头疼啊，别影响自己的情绪，你如果头疼的话就会反映在你的状态上面，这样子你跟另外女生的接触你也没有办法百分百啊。你如果想了解他的话，我觉得你应该百分百。嗯。Right? 不要消耗自己的情绪。这女生也挺懂事的，情商挺高的。生活不易。怎么突然聊到 emo 了？得多吃饭。怎么回事？哎。还叹气，这么多女生喜欢他。你昨天跟室友聊天了吗？没有聊特别多，昨天都有点太累了，而且我不是要早起吗？嗯，还探小鱼呢。你跟小薇有什么问题吗？还有什么问题？有什么让哥哥我解答？我昨天只看出来一对确定的，嗯，其他人的关系我完全没有看懂。他哪一对确定的？他不会看的是小鱼跟小庄吧？就是我室友跟小庄。你看，你看，他们俩好明显。
好尴尬。这你能看出来？嗯。我说那你看人看还挺准。怎么就能看出来？我那不是挺明显的。那你怎么看？你也看出来鱼圆队还有意思吗？哦，他在打他。我以为他们就是确定了呀，我没有特别看他们俩谁对谁比较有意思，有一点不开心了。暗自吃饭，实际上挺有意思。能看还能看出其他吗？完全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嗯。慢慢了解吧。就是他说一开始他接触那个女生，那女生也比较得体嘛，然后很吸引他，然后我想到哦，那有可能是小景，然后后面又说到他新感兴趣这个女生，然后问我，哎，你觉得室友有很喜欢小庄吗？然后我当时就有意识到说，哦，那他应该是对我室友感兴趣嘛。这女生好聪明哦！感谢你的，让我一个很好的体验。嗯哼，你饱了吗？饱了。嗯，要不。回小屋啊，我感觉家里人应该想我们了吧？是谁想你？可以走了？可以。Go。啊，谢谢你的衣服。不是你冷，你再穿上吧。其实小林还蛮绅士的。对。人说心如刀割，钻石要琢磨。哎呦，好应景哦。人说心如刀割，人说心如刀。人说心如刀割。哇，好想看小鱼回来之后。小庄会知道他跟别人约会吧？会呀会呀，知道呀。人说心如刀割，钻石要琢磨。哎，你回来了。啊。笑了，那个。哎呦，今天玩的怎么样？还可以。我在这儿弄韵姐的吉他。哦。我买了点那个。啥？就是挂在树上的小木牌。哎，可以把它那个名字写上去是吧？对对对对，我把它拆一下。行，马上我再练这个，很快了。看乐的。跟憨憨一样。你会弹吉他吗？不会。我教你吧。怎么弹啊？我先教你最简单的那个晴天嘛。嗯。首先你要坐着，然后你最好要把翘一个二郎腿，这样你才能把吉他这个凹的位置抵住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叫做弦。嗯。它总共有六根弦，像我刚刚开始就是，其实左手先不管，然后你就是右手，六。三，一，三，二，三，五，三，二，三，一，三，二，三，四，三，二，三，一，三，二，三。对，你可以直接试试。一般第一次教别人弹吉他都教这个。对，这样，这样一点。好，然后你就，这样，你看，很快。啊，等一下。对对对对对对，就这样。对对对对对对，就这样。你已经掌握到这个中指是这个。我太笨了。没事，这个学起来很快的。我其实弹的也不是很好，我只会弹一些很基础的东西。对。哎，我再试试刚刚那个。你看，像我刚刚弹的那个，其实就是很简单的那种。眼神回避，我觉得他想确定什么，他心里有心事了。你会唱这首歌吗？会。那我们试一试呗。我想想怎么唱来着，你们几个头。我先唱一遍，你可以试试。故事的小黄花，从出生那年就飘着。对，
不是日本秋千，随即一直忘到现在 ，right 所所系都系了，嗦啦西西西西啦西啦嗦，吹着前奏望着天空，我想着花瓣试着掉落，为你翘课的那一天，教室的那一间，花落的那一天，我怎么看不见？这教室的下一天，好像再听一遍。然后他失去的等的大概留着，等会离开还是离开，然后到这儿了我就还没学，然后就有点弹不来了，所以今天只能把第一段唱了。快快快哇，好用力啊！这，啊，嗯，啊，今天真的受伤，受了好多地方。没事吧？你没事吧？没关系，没关系，就是有点砸晕了。你坐这边来算了。啊，好，没事，我比较抗造。等一下，有点痛。我。你要不要敷一下？拿冰敷一下。我真的，我刚刚听到那个嘣的一声，我都觉得，就我总感觉你抬头，你是谁啊？我怎么记不得你了？失忆。哎，我买了这个，你选一下吧。我想选一个鱼。那我就选个兔。可以。我们都是属兔的。嗯。我先写个名儿呗，给他。那你先写吧。科科，准准。天啊，我真的是懵了，你也没发现是吧？应该是木字旁加一个。我刚刚也在想说，对，我一直以为是木字旁一个果的那个科，因为上次你就。我只能再买一个了。没事啊，我觉得。可是不是这个科。啊。可能是怪这个白板，你说你看给孩子名字都弄错了，怎么办啊？可可没事呗，就叫这个可可了呗，反正名是我们给他的，就认了吧。可可，我们挂小木牌儿。走呗。哎呀，他的妹妹们倒了。来吧，这个挂在哪儿比较合适？好看吗？怎么办？这个位置吧，我觉得这个可以，准准可以。哎，这个稍微一看就还是，哦，准准，看得清楚，给他的寄语就给他挂到这边来吧。嗯，就只要开心就好了，健康快乐就好。开心成长。我有个事想问。你说。就是你昨天说，挺开心的，是指什么时候呢？他觉得他在吃醋了。你是说，哦，昨天你问我的事，那事儿是吧？对。哦，写信的是吧？你觉得会是什么时候呢？你有因为这句话想一些事情吗？那肯定的呀，哎、呀想。我不告诉你。我也不告诉。你哎呀，你怎么不告诉你？你看咋的？咋还犯规呢？你在那儿用这种？等一下，说呀。你昨天开心了吗？你昨天开心了吗？少管我。啊，你昨天开心了吗？开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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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看信了吗？哦，我看信了吗？看了，看信了。那不就对了？你应该看到了呀。
而且昨天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感觉我还以为你很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时候。我这个这里有问题。这个矛盾是解开了吗？这个误会？就是挑开问了，就算解开了。会打蛋吗？会。挑蛋呢？这儿。哎，你是不是会单手敲蛋啊？当然。展示。有蛋壳吗？有不了一点。牛吧。给你颁个证书，要不然奖状。这个，给他。来，先打着，我先把这洗一点。没事没事，我跟你说，今天晚上一切事情都是那个白板的问题。对对对，一回来就进行那种。对啊，太过分了。小庄还是很有安全感。太完美了，这个蛋打的太完美了，对吧？记得加盐啊。哦。知道哪个是盐吗？我又不是傻子。放了半勺。够了。能不能让我做点啥？可以啊，你好好学习一下呗，怎么炒这种顶级蛋炒饭。以后回去炒给你妈妈吃。好呀。来吧，我跟你讲吧。嗯嗯。首先炒蛋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一定要等油温很高的时候才能下这个蛋。稍微放一下，它的味道就很香，然后就可以出锅了。而接下来呢，就是洋葱把它爆香。等一下。我时刻准备。你时刻准备着。我真的只看他们俩互动，我会嘴角上扬。真的啊？那我放了。嗯。放多少？够了。OK 了啊。顶级蛋炒饭出锅了。哇，好香啊。就没有那么偶像剧，对对，他们那个像是谈恋爱，对，你要试试吗？一点点。你先试试吧，我觉得味道还挺不错的。嗯。哦。完美。喝点水吗？你昨天在那块儿看电视吗？啥？你说你昨天在那儿看信是吗？嗯。我好像听到有人。你听到有人啥了？就是打嗝，不是抽泣。哦，不是我，不是我，不是你，不是我，我怎么可能看信的抽泣呢？怎么你觉得我看了我的信过，我是应该抽泣吗？不知道呀。但我其实就是可能有一些别人写的信给你看感动了。哎，你可别说，别人不给我写信的话，我昨天都还看不了信呢。嗯，哪像你哦，天天看得开开心心的。那没有很开心。写信这个事情对于你来说，你觉得他，你是怎么定义他的？哦，他还是在意的。为什么他没有每天写给他？我觉得它可以有很多种形式。你是觉得信是可以表达不同情，就是不同感觉。对。我是这么觉得，我其实啊，我还对信挺看重的，因为我觉得我本来就是写歌的嘛，所以我就觉得文字总是比较能去表达一些你自己的感觉啊和这种，然后。对，所以其实昨天我还是，虽然看到新的内容是很那个，但是还是想抽泣的，只是可能没有抽出来而已。觉得这坐在那儿不好意思。嗯。走了。嗯。拜拜。休息一会儿，拜拜。雷猴啊！我不行了，人要散架。睡在家，有没有在家？没有，好，很好。他怎么每次都是采购啊？对啊，谁要跟这样的室友住，真的是幸福死了。
看，马上回来收垃圾。Hello, hello, hello, hello。小屋有没有人？有没有人在家？小赵来喽。咱们小屋有谁啊？我不知道。行吧，帮我吧，帮我收，帮我那个吧。面包。哎，这个你们房间一人一包。哎呀，我的妈呀！现在要干嘛？现在大扫除。好的，又大扫除，来啦，来吧，我们要整个大改一下，好，该有的都有，哎，这收掉对吧？对，好，收掉，好，真不能少了它这个屋，真不能少了，真不能少，好，扣在上面，好，行行 ，Hello， 你们吃东西了吗？啊，来啦，行，等等，你们先弄一下，对对对对对，下来后就好了啊。吃了你的，需要帮忙吗？今天他好安静啊。小童状态不好。确实。What's up？ 嗨。你两一姐回来怎么笑容满面啊？怎么笑容满面？给你们带的茶，我们今天开心的样子，自己找。什么开心？累死了，上去洗。哎，男生不要再拿这种杯子，然后女生的话，我感觉这个不要去踢了，以后就自己杯子自己负责。对。而且他在家一整天，因为穿睡衣，他应该一直沉浸在那个情绪里吧。他知道那个谁今天一直都在出去约会，而且一个是约别人，一个是别人约他。不哭不哭哦，委屈了。其实就是会受伤，没办法。哎，好虐呀！这种情绪落差太大了。白天就发现我儿姐去约会了，就只有小林不在，那就是小林约的我儿姐。当时就是整个人就感觉是身心俱疲的那种感觉，就首先是不知道自己之前在干嘛，然后现在是不知道之后自己该干嘛，就好像我就是空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明确了死心也挺好。我直接开始写信了。我觉得他肯定会写给小林，会不会是一封诀别信？可能性很大。嗯。萌萌，这哦，精彩了，余文，你们选的小庄，我们选的小林，哎，小庄，我终于看人准了一次，而且把昨天的心给涂好了。
穿梭时间的河。他不用写，不用想，纯爱战神，你看笑笑的哟。哎呀，看到了，看到心补上了，你看乐的。哎呀，被填满了。哎，能不能藏着一点？今天这么早投信，是为了补上昨晚潦草的心吗？来。我很期待他这封信。小林吧，祝大家天天开心，生活顺。也是写给小林的。完了，画不下了，怎么办？填满了小林的。今天去超市买了剪纸期的那些梦中情饭要用的食材，明早想做一个法式牛油果烘蛋，美滋滋，你想尝尝吗？另外昨天晚上一直在等你，想有机会一起健身，想练肩，教练。龙龙是给谁？你们猜龙龙给谁？也是给小林吧。我们猜给泽哥。其实有点不知道这封信要怎么开头，因为今天还没见到你，但希望今天你过得开心。谢谢你教我飞盘，老师教得好。啊，泽哥呢？泽哥呢？龙龙吧，龙龙吧。今天他不在嘛，也没有一起做什么事情，然后我也不会写很华丽的文字，所以我的早安、午安、晚安，只是想最简单的表达我的问候和惦记。这个很棒。小杰给谁？你们说的来。我们是石头。我们都说是给彤彤。啊，龙龙。龙龙。没有一个人答对。欢迎成为我们的家人，骑行感受自由，感受风一定要学会。昨天他就成你家人了，昨天的事昨天说啊，这让我们怎么猜嘛？别生气。小林肯定是给小鱼啊，小鱼啊，一定小鱼啊。我想跟你说的是早安、午安、晚安。今天我觉得最开心的一天，期待与你更深的了解，期待一起做的食物、画画、普拉提和你的手势分享，也期待不止这些。哇哦，走心了。萌萌给谁？小赵了，一定是小赵的。第一次成功约会圆满完成，没想到平时温温柔柔的竟然有这么强的爆发力，看来我要更加努力健身了。今天聊了很多很多，我想说时间都会告诉答案的。那么小童哭了。哪了？嗯，我去了。你看一下你在哪？我去了。去问一下。嗯，我去了。小杰怎么知道的？小杰看到了呀。哎呀，我得去找他了。他这咋回事了？找到他吗？没有啊。看一下，我看一下。那集合一下吧，接一下。我问一下。你别告诉大家，他不喜欢这个。哦，行行。厕所有没有？没有。不是，他这里。情绪很不好，那咋办？你现在找不到他，我现在不知道他在哪。然后他又没吃饭，然后没吃饭就容易不开心。哦，小杰还是会照顾大家情绪的，就是大哥哥了。哎呀，怎么啦？没怎么呀。怎么？今天吃完饭没？好饿。好饿是吧？来，你的师傅给你亲自下厨一下。我给你做个培根炒鸡蛋。好呀，好呀。女生的心思是比较细的，看到她情绪比较低落，那可能是她身体不舒服，但我想让她开心。哇，这会儿一定觉得很暖，好暖，
小杰，我们对你的分数越来越高，但是麻烦你搞搞对象行吗？哇，好了，好有爱啊！吃了会开心的蛋。好，拍一下。他们俩在一起各自都没啥包袱，就是也不会说那些甜言蜜语什么的，但他用实际行动在温暖别人。来，他都是用最随意的话说最窝心的那种。吃了会开心，我要吃饭喽。你先看一下咸度那些哦。刚刚好。要不要来点黑胡椒？我觉得蘸这个番茄酱很好吃。一个笑脸，希望你每天都笑脸啊。好啊。觉得孙哥是一个真的很细腻很温柔的人，其实对我很好，感觉到很治愈。谢谢哥。怎么样，吃的满意吧？很开心，吃完过后就很开心。 OK。是这么多的，小景每次给他写的都非常非常长，他的负担越来越大。大部分信还是来自小童和小韵，王景韵还是像一如既往的主动表达，小童说一起去爬香山什么的，我对他们信确实没有太大的感觉。失望吧，因为我一直在找余文的信。因为我今天我觉得我的约会，我觉得我们双方应该是挺开心的。我今天问了两个人之中有没有决定好，他说在纠结中。再做早饭。嗯，我要做一个法式牛油果烘蛋。心情不错啊。嗯，上吧。米克专属早餐，昨天信里面给他写了呀，我给你做早餐。感觉他一个人的世界里边完成了所有跌宕起伏。嗯。啊啊啊！哎，他叹了一口气。谁做的早餐啊？我还吃面包吧。他不吃。Hello. 谁的花？情敌。哦，他昨天献给小鱼的花。
是昨天花儿给你。等一下。今天还一起做饭吗？我今天可能稍微要晚一点，要不明天。对，明天，明天可以。那好，开心，祝你开心的一天。哎呦，开心。散步呢，还在这。我现在还是关心那个早餐。哎。去约会吗？今天要。嗯。哇哦，这个也太丰盛了。哎。你的专享，我的专享够。哎，兄弟，这个看起来卖相太好了。算了，还是得吃一口吧。对人对人的尊敬，不吃有点过分。小庄不知道他在干嘛，应该是他的约会，应该是他组织的约会。心情还是比较忐忑，很明显的感觉到他是有在约别人，但是我不太清楚约的是谁。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我是已经有明确的目标，我想要去试一下。那其他女生其他男生没有选，那可能还没有到自己的那个节奏上。机会是很难得的，我向往的爱情就是一种双向奔赴，哪怕没有好的结果我也不会遗憾。看到王景玉的时候，我是有忐忑和紧张的心情。我不希望他受伤或者误解什么的，我会把我的想法跟他说的。第一天你等我电话，我等你。啊，好了好了。好，滑冰。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滑过冰吗？我没滑过。你不会滑。我太会。那你选的这个44，你选一个吧，他可以选单排和双排。我选单排吧。你选单排。这玩意儿袜子。这个是要套外面吗？哎，像不像那个小偷套头上那个？有点像以前那个年代。对，有点复古。复古。小学的时候有那种溜冰场。回归童年嘛。对，我俩怎么天天都在回归童年？你在北京玩吗？滑，我小时候滑，小时候可想。啊，我有点慌了。你真的没滑过？我是很小很小的时候试过，好久没弄了。鞋子要扣紧了。好，怎么扣啊？好像是这样。谢谢你。紧了吗？没紧。还没紧。还得再紧一点。你平时戴眼镜吗？平时戴吧，戴。我觉得你戴眼镜还挺好看的，你还蛮符合你的气质。还好吧。我今天早上做了一个老好吃的早饭了，你尝了吗？我尝了，尝了，非常好吃。真的吗？非常棒。耶。可以了，好久没滑了。好酷啊！你啊！好久没滑了。我有点滑，就我有点害怕，我不敢站起来。太滑了，你扶我一下。哎，其实溜冰挺浪漫的，因为有时候会滑倒啊什么的，一些身体上的小碰撞、小火花，也有小心思吧。又左右，提起来。左，对。我再看观察一下你。是这样。你拉住我。左。左。
左右左右。妈呀！你拉住我。左右。这必须要男生扶啊，因为他不会啊，感觉还是会一点的。会的，会的。不会的话，站都站不起来了，应该。老往后，我觉得。等一下。哎呦，回车！哎呦，回车！妈呀！哇，好痛！我进前有倒滑，怎么滑呀？你别摔了！哎呦，哎呦！你能不能拉着我特别快？我想试一下特别快的那种感觉。啊！啊，好快乐啊！耶，我不用自己滑了。我好像可以了，我加速了。你可以了，我可以了，我加速了。放开你啊，人总要长大，长大吧，孩子，长大吧，孩子。退回去。为什么好疼？我其实也会滑，但是我觉得我会滑，我俩就没什么好玩的了。然后我就在那儿跟他装说我不会滑，你教我。他装的吧，一看就是。其实这是一种社交技巧。咱玩接力赛吧。咱俩接力啊？赢了咋说？输了咋说？我输的话，咱们可以，你要求我做的事，然后如果你输的话，这个权利可以保留多久？就、保留到小屋结束吧。好，可以。你知道我有个外号吗？伦敦第一后生星。可以。王女士，那我俩比一比。咱俩比一比，那我胜负欲就起来了。我跟你说，我胜负欲也起来了，我一生好强。我俩比一比，我今天必须赢他，一人一次机会。行。一二。那是你先滑。我赢了，你输。那我先滑，我先滑。他俩现在开始比了，真比！哎呦，我小林就是个小孩儿，我好骗呐！我天哪！但是他跟小鱼在一起开赛车的时候，可是让着人家慢慢。他跟他刚是有在拼哦。你真的是第一好身心。多少秒？3秒25。我这一生的好强。我冲出天际，我都得赢。你要不要重来一次？不用重来，不用。那我要摔了怎么办？人生总有失误。你怎么这么逗？我一听你说话我就想笑。好，3、2、1。我要滑快起来喽！完了，我感觉我要输了。这个怎么还比我快？哎，我没事吧？刹不住车，仅此而已。我刚刚多少秒了吧？16秒，16秒。完了完了，有点慢。快3秒。你就快了3秒而已。你是个好强的男人。太累了。那吃饭去。对。走，那吃饭去。怎么样？今天运动很开心。没有赢你有点不爽，我跟你说，下回三杀。没事，就算你赢了吧。我就是刚热好身。你昨天睡得好吗？我睡得挺好的，怎么了？你昨天睡觉之前就知道我约你吧？对，应该知道。因为就两个女生，这肯定能知道。嗯，那你为什么不是龙龙呢？为什么是龙龙跟我约完了昨天晚上？他约的你啊？啊。哦。那你这个一天行程挺多呀，都约你，好生气啊！没有没有，都互相了解。你们昨天好玩吗？还挺好玩的，采个茶，炒个茶，然后做的。哦，好有趣啊！对啊，我还蛮喜欢那种户外的运动，沙滩呐、爬山呐，还有那种树林特别多的地方，感觉就含氧量很高，你知道吗？很舒服。我特别想去 hiking。想去那种川西哦，走了，吃饭了，好漂亮啊！对，喜欢吗？可以，老房子，哇哦，很会挑地方。我坐这里喽，舒服。我给你看一下我今天点的，
不确定你喜不喜欢吃哎。没事，我都能吃，我不挑食。咱俩整点，整点好的。没，这主要是你挑选的地方。我挑的你都喜欢是不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吃什么都应该挺好吃，挺美丽的。你挑应该也挺好吃的。他都没有看小景哎。我老能想起来第一天见你那天。嗯。我穿了一身白。第一天见面。我超喜欢穿白衣服的男生，就感觉很阳光。他们让我投票说更喜欢第一个还是第二个，我说我喜欢那个穿白衣服的。杰哥不更好，杰哥也挺好的，不是？你俩不是初见面？赢在了白衬衫，好吧？哦。他一直不看他，然后跟小鱼约的时候就一直看小鱼。你昨天约了几场会啊？一个人只能约一次，哪有几场？你不是还约了别人吗？对，我约了别人。那你们昨天干啥了？我约的是卡丁车嘛。哦，好玩吗？因为。我比较喜欢卡丁车吧，就小时候老喜欢玩，就觉得很能释放压力吧，挺刺激那种的。对，你们昨天开完卡丁车吃啥了？吃的是个意大利餐。吃的意大利餐，披萨的起源地在意大利哪儿？不知道。那不勒斯。哦。那不勒斯可以去阿马尔菲海岸，然后我路过那儿，专门买了一个那个披萨。意大利的还挺好吃的，那挺厉害啊、嗯！去哪儿都去过，对对对，挺厉害的。没有去过美国，挺羡慕你的。聊干涸了。你先吃。行。这个带花的面包，给你尝一尝。这个好漂亮。导致我有点现在比较迷茫，嗯，因为我不太喜欢那种无效恋爱，而且我到这个年纪了，这也是为什么我想慢一下，慢慢了解一个人，了解性格和所有方面。你有发现我们两个特别像的三个点吗？嗯，我觉得咱俩完全不像一种类型啊。我觉得对婚姻的态度挺像的，就是对家庭，还有就是想要早点结婚。这是我很诧异的点，因为你是九九的，我没有想到九九的人会想结婚。我感觉现在好像很多人就是比较晚婚晚育，或者是不想结婚，可能或者就对婚姻没有期待，或者是说不想。哇，直接聊结婚压力多大呀！小林只能盯着那盘菜了。在我以前发生过一些事儿，让我可能改变了自己的一些。人生观，或者是想要走进婚姻的这种态度，所以我一直都特别想早点结婚。但是矛盾的点就在于一直没有遇到那个合适的人，我也不想要去将就，说最后跟我结婚的那个人是我不爱的人，我偏要为了结婚跟他结婚。就是结婚和谈恋爱还是不一样，嗯，需要找一个像那种灵魂伴侣那种的，就是他很懂你，嗯，你也很懂他。他一个眼神或者一个反应就能看出他有什么不舒服，我觉得这种东西，嗯，我希望就找到那种，嗯，很懂你的人。对。
我也不知道难受，我就觉得我有时候也不敢想象那个画面。就是我觉得我这辈子我觉得最爱我的人应该是我姥姥吧。我有时候会想这种画面，我也不敢想。那老先生身体好吗？他身体挺好的，但是对我是特别好的人。就是我爸的爷爷，算是叫老太爷吧，就是我是亲眼见他走的。不敢想象，就是我最爱的人如果有一天这样，我觉得我可能会心态很崩。但是我就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吧。就是他们可能也希望你快乐，肯定也不希望你不开心嘛。因为他可能人家就是到自己喜欢的世界去玩一玩。我会觉得人很渺小，就是我不太想要很多其他复杂的东西，我就想要很真挚的家人感情。我觉得很难得，因为你很渺小，你对抗不了很多事情，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很想早点结婚，我就希望我早点结婚，然后早点有孩子。我就不想让我的孩子在他还在读初中高中的时候，我已经很老了，我的爸爸妈妈已经很老了，他没有办法跟他的爷爷奶奶就是这么多年的承欢膝下的感觉，我会有点觉得不受不了，所以我一直都特别想早点结婚，一直在努力结婚，想要结婚，又很恨嫁，又很恨嫁。但我觉得你应该把工作时间放一点，去接触接触新的人。你到什么阶段，就遇到什么样的人。你怎么看待我们这次的约会？就是这个约会表。就是跟大家处了之后，觉得我跟你比较合得来。就是在这个阶段，我可能更想要，跟你多认识或者是了解你一下。然后当时我就想，就投了你。那你是犹豫了很久吗？现在我就想了解人，没怎么跟他接触，所以我想让这次约会跟他接触一下。结束后能确定一下适不适合。但是我觉得不能这么草率啊。是，但因为小吴节奏很快嘛，所以导致就可能我当时一直没有确定人。确定比较晚。就是余文吧。他那次约我喝茶，就是觉得他挺神秘的，就每天给我有点不同的感觉。但是我后面又看到信后，有感动，也有惊喜，也有疑问。你对我是惊喜、疑问还是感动？我对你是感动，感动，感动。小林很好，这么直接说出来。我对你是感动，就确实有感动，我很难受，因为可能确实我怕你。可能是因为我的行为举止和我的聊天方式导致别人不适。我是抱着了解状态，但我这样写信也不对，所以就一直很烦。我也怕你难受，就是怕有误解，所以就是当时也不知道怎么表达，所以希望你不要那么难受，因为我们刚来就是大家都抱有了解状态。确实我感觉很真实啊，为什么要觉得自己不对呢？爱情是爱情，友情是友情，就是确实要分得开。是，希望不要给你造就太大的负担。对，他这样讲算是明确的讲了吧。还是不错的意义。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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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他应该是能听明白的，因为他是很聪明的人，所以以后尽量的以朋友的相处吧。我有点无处安放，很明确的知道了他为什么要躲我的原因，解答了我这几天来心里的一个疑惑。我觉得他可能目前阶段对小鱼比较感兴趣，但是也不确定小鱼对他的心意，可能也是刚开始存在一些吸引。我可能未来还是有机会，但是呢我会觉得说我不想要像前段时间一样给他一个很大的压力。在接下来的小吴的日子里，我就坚持先把自己做好，让他看到我的真实和有魅力的我自己吧，然后再坦诚地跟他有机会的话进行一些沟通。
那你就吃点甜品呗。好啊，这个东西。我这面包好有嚼劲啊，我发现。对，你怎么不吃皮啊？嚼不动。我在想，我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多跟大家聊聊天啊什么的。我感觉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样才能多了解一个人，但我有的时候又怕，我想要主动的去聊天会对对方或者是其他人造成困扰，也会给对方压力，但我又觉得应该多了解一下，不知道是咋办。你可以慢慢了解呗，就是不一定要快的节奏。嗯，大家都可以了解，要找最适合的那个人嘛，这也是我最开始的状态。嗯，你要看哪个比较有感觉。我感觉坐你旁边就很舒服，还蛮喜欢自己跟你待在一起的状态，所以很感谢老师跟我出来玩，跟你一起玩很开心。先感谢感谢感谢老师。那我们就撤了，回小屋吧。嗯，我们回去吧，回家喽。回家喽，回家。回家喽，回家喽。回家喽。挺好的，我觉得这么谈一谈挺好的，但是对于小景来说，要走出去，要重新克服，这是一个过程，要和更多的人去接触和了解。小林不错，果然勇敢地讲出来了。五组约会，还有最后一组。有哪一组？还要跟他录一首歌吗？感觉有点浪漫哎。小西边。哇哦，很美。其实第二场约会我基本上是猜到是谁，然后做妆造花了很长时间。哦，我就想让他看一下跟以往在小屋里面不一样的自己，期待会带我去做什么事情，想要多了解他一点。哎呦，好不好走这个地方？没事，小心。先给你看个东西，听一个东西，这个，这个是那天我们去那个小小屋呢，很多地方都挂了风铃。那天我给你录了一个，但是我觉得录出来的效果没有那么好，然后我就直接弄了一个回来，想说听一下。哇，我觉得这个好哎，很特别。然后我准备了这个，我们可以录一些声音下来。嗯，等会儿再告诉你这声音是用来干嘛的。好，那你带这边这个。好。哎呀，好浪漫呀。啊，马上就会有反应。哦，好清晰啊！就他会把所有的声音放大，比如说你现在你再动一下那个风铃。哦，对不起。天哪，这个太浪漫了。然后你在想录的声音之前，你就说一个开始，然后我就把那个开始。这个是用艺术来示爱，他用他擅长的部分在吸引女生。对，我们往那边去。我先走，小心点，小心。你今天格外的美啊。哦，还行，每天都很漂亮。是啊，就是今天格外嘛。格外漂亮，她用心的打扮有被看到，所以你穿的是高跟鞋。OK， 那我们等会再换双鞋呢。嗯，我觉得你这个也不太适合走路。哎，我觉得这个水流声也挺不错，还有点更激进一点。对对对。你觉得这听起来都有点瀑布的感觉了？哦。
知道了。哦，我想吃换鞋。OK。油菜花。哇，好漂亮啊！菜花地。哇，好漂亮啊！哎，我觉得你如果站在那里面拍一张，绝对好看。我先帮你去踩一踩这里面的土壤吧。我先试试啊。哇，哎，这感觉真的很棒哎。这里咋了？你来啊。我来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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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啊来啊来啊！小心小心！哇，不知道怎么说，好像是放眼望去还是挺……哇，哎呦！哇，我很少有这种。哎呦！哇！踩歪了。小心！哇，我们现在已经到比较中间的位，中间的地点了。不是。啊、我不是说先进来找个角度能拍一下吗？但是你不让我进来的吗？你没拍吗？刚刚我拍了点儿。这在干嘛？你在干嘛？我再稍微帮你装点一下，就是菜花姑娘，菜花。可以可以，好看好看好看吧，我再来一个。好看吗？你确定这样是好看的吗？我反正咋看我都觉得是好看的，咋看我都觉得是好看的。笑啥？真的很可爱的、啊、这样。稍微推一点啊。请垫下来。不是，我说真的，我其实拍照拍的不怎么样，嗯，但真的很好看。哇，拍真好，好漂亮啊！哇，好漂亮，真的好漂亮。到时候他们能看见吗？这张照片。哎，所有人啊！其实你挺大男孩的，我能感觉到。你觉得这样是好还是？一半一半吧。但我其实不是随时都是这样的状态。那你觉得我呢？你是那种可以很放得开，但是在该遇到一些问题要处理的时候，你还是能非常冷静的处理的。嗯，因为我太跳脱了，我有时候的一些想法太天马行空了，所以我觉得我需要有一个人能理解我的一些想法，但同时他能给我一些建议。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我一直很欣赏你的这个点。所以我是你的好帮手。不是帮手，我是那种如果我对你的感觉没有那么深那么强烈的话，反而一些事情上面我会很叛逆。嗯，对，我不会很，我知道，用心的去做这个事情。那你呢？我问我什么？你对感情的一个诉求吗？我对两个人在一块的定义是有点像共同作战的感觉。对啊、嗯、我其实刚刚说的这个就是因为你们要面对太多东西了、嗯，就以前如果在我心里排位，我觉得朋友是要比爱人更重要的。嗯，但我现在觉得爱人是比朋友更重要的，因为我觉得我的爱人一定是我最好的朋友。好，咱们出去。得出去了，我差点要陷进去了。这个泥。哎，快！快扶他扶他！抱住抱住！没事。我还说我先把前面的花把它弄开。哎，我可能小脑不太发达。没事没事没事，我发达。小粉鞋战损版。出发喽！下一站。这两天在听啥歌？这两天在听周杰伦。周杰伦确实是。YYDS， 你想啥呢？我在想你昨天干嘛去了？什么昨天？就昨天你去干嘛了呀？去做了一个比较刺激的项目。刺激的项目？嗯。可以，我昨天在你回来之前都是比较平淡的，也不是很刺激。
可以吃点东西了，我觉得。好啊。这个是你的，谢谢。庄哥晚安。晚安。我不知道味道怎么样，感觉还是应该没问题的。嗯，很好吃。我有种我在春游的感觉。我也是，我昨天在做的时候，就是好像以前那种小时候的时候要去春游。吃了啥？你吃到糖了吗？吃到了。我怎么感觉两根都在我这一半里面呢？这个不是吗？哦，没事，我觉得现在已经很好吃了。整的感觉自己好小气，还要往自己那个里面多加一根。你要不说我还不知道呢，说明你很真诚。来，睡一会儿。快休息会儿。你睡吗？我也准备。迷一会儿。May your heart be strong and your love remain. Summer sun is beating the ground. Autumn's breeze nowhere to be found. May your heart be strong. 哎呦天，好可爱哟，被迷住了。隔着屏幕能感受到他的爱。走，这边。你现在猜到了吗？没有。就这里。What's up？ 来了，欢迎。What's up？Hello， 这个是余文。你好。Hello， 小余。Mars。然后这个是我的好学长，我在大学学长。你好。然后帮助了我很多。坐。OK。坐。这个是刚刚。哦，谢谢。对。我说了，怎么我们工作室？来，坐。我们今天上午刚去湖州那边的那种小溪边上采了一些声音，我就想说看能不能比如说 sample 一下。你怎么想到出去玩然后还要去录点什么东西？因为我想的是如果只是在小屋跟他分享这些东西的话，可能不太正式也不太清晰的能表达一些的，然后我就想说在这种比较合适的地方。那你们有一起在小屋里面做点什么事情吗？我们有一起种一棵小树，叫科科。今天的照片啊，这个必须得给你看看。这个想法是谁提出来的？哦，我他们之间的连接都是有物件的。嗯，比如说像小树和一首作品，这个我觉得是很强的一种纽带感。哦，还挺漂亮的。葡萄柚。所以这你们两个第一个爱的结晶。哎，别，它是一个内容。没有，如果一个女孩子让我跟我种树的话，我觉得，没有，它其实是我们两个沟通的一个，应该算是桥梁吧。OK， 每天都会照顾它。那你准备好了吗？当然。Let's go。Let's go。进去吧。有点乱啊，不好意思。没有，还好。这个可能要听一听了。我先把它都倒出来好了。我觉得那个水流声可以用一用。还有风铃。这个是刚开始的时候的声音，我们打了板的，说了个开始的。嗯。哎，这个也可以用啊。哇，这一段太好了，到37都可以。稍等。哦，这边是左边的，不好意思，拿错了。细节满满，全回忆上了。哥哥，再快进一点了，再快。你就15秒的跳就行了。在当众处罚你，这是真的出行，真的出行。没事儿，怎么了嘛？幸好是你。开始，然后我们就把那个开始。1747，他那个。开始。哇，女生会不会有点无聊啊？没有参与感，是不是？哇，真的，这个收出来的声音感觉好棒哦。是的，
在后面。后面其实就没有什么声音了，鸟叫声、风铃还有水。对对对对对。OK， 那我们先剪一部分出来。水流声应该是17分47秒。两个人的互动感不高。嗯。都要吧，反正我们可以。Sure。这首歌我花了很多心血做它。嗯。叫 More Fire， More Fire 就是更多的火焰嘛。嗯。但是呢，在成都话里面，就是没得办法的。没得办法。就是你对这个事情无能为力了。这个首歌表达的意思就是，遇见你我 More Fire。OK。Yeah。对， okay。 所以说这首。然后有点像魔法，遇见你有点像魔法 ，More Fire。哦，对，还有这个意思哎，魔法，哦，魔法，我也不知道，我真的还没想到过这个点。没有，就是刚才听了，觉得也有点这种感觉。你是什么契机，突然觉得啊，我灵感来了，我要写这样一首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来来来来 ，OK。哎，哎，这首要站起来听 ，OK。从眼前你迷离，我开始本色出演，把我每条都选。耶，你得唱给他听的兄弟。东边日出西边洛阳，舞台中央空气吉祥，我在想象你的模样，这种感觉我没法忍。You can be my darling, dance with me, hey。You can be my darling, dance with me。初见面的那个人，不选择最有好感的。遇见你我真的 more fire more fire more fire， 遇见你我 more fire more fire more fire。 Damn， 这个啊 Damn， 先别问我了，你问问他什么感觉。会有点尴尬。有，我觉得有点尬。你觉得好不好听吗？好听。就那就够了嘛。对对，因为这首一定要做好了先给你听一听，因为确实倒不是说就是说我想通过这首歌去表达什么，真的是因为我花了很多时间，然后我想说分享给我。听得出这是很精品的歌。这首歌今天早上的时候完成了99%。我想今天能把它100%完成。那你觉得它缺点什么？我觉得啊，缺一个那种很甜美的女生的声音。一个 tag 对不对？对，一个 tag， 因为这首歌没 tag 啊。那这1%我压力好大。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可以多帮我去录几个声音。我觉得可以录一个开始，然后录一个 hi， 就类似于这种的声音。再录多一个你的名字。沈记。开始，然后他快这个时候，沈记，啪，哒哒哒哒哒，对。那你把凳子搬过去那边就好了。就是那种 hi。开始就那种稍微开心一点的那种感觉。你现在说说话试试看。喂。然后再录一下，你试试看。好。嗨。开始。对啊，重新录一遍哦。哎。哎。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刚才那个有点测试。就其实像刚刚那样可以，完全没问题。好，随时开始录。嗨。开始。这一条稍微有点爆，有点爆了。爆了。嗨，爆了吗？对，还有点爆了。再来一次好了，没关系，好事多磨。要的。嗨，开始。完美 ，nice， 完美。除了有点爆以外，我要不自由发挥一下？好，好，好，没问题。随时准备好就开始。再来，再来，再来，有点爆了。再来一次好了。好好好，我知道了，开始。哎，这个太有点了，这个太有点了，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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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想自然点的话，他可以问你，哎，我名字叫什么？你说啊，沈记。嗯。随时录。你要不搭一句，要不我。搭一句就是。你问我一下。要不我很容易不自然。我叫什么名字呢？沈记。哎 ，bro。Bro, we got it. You got it. We got it. All right, that's it. 差不多是这个地方。
这首歌绝对。然后这就是我们可以用的素材。然后你是想加到什么地方来着？我是觉得像那个鸟叫声可以直接加到这首歌的开头。这是鸟叫声开始。我的意思是整首歌的最开头。哦、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先听到的就只听得到鸟叫声。我大概这样子。东边日出西边落，这个地方可以把那个水流声加进去，我觉得。嗯、你觉得还需不需要挂个什么瓦拉哈之类的？把他的那个打哈欠了，这真的很无聊。这个约会，这个加的是什么呀？这个是加的是风铃声，深圳铃声再大声一点。赶紧看看小鱼吧。哎呀，不争气的小庄。做音乐的这个过程稍微会有一点点枯燥。当你拿到那个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有意义。可是你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懂那个枯燥。对啊。哦，我们听一下总体是什么感觉，好了。小鱼其实在走神，现在，他的眼球是朝右下看的。开始。小鱼的这个笑，我都觉得有点有牵强了。真的不好意思，我真的很想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哇，这个真的，我感觉跟之前的那种真的完全不一样了。听一下，还再来 ？No， 不要这样。好好好，我知道了。开始吧，深地。从眼前里迷眼，我开始本色出演，把我每条。主要那个冲击力很大。对。东边日出西边落阳，舞台中央空气巨响，我在想象你的模样，这种感觉我没法子。我觉得这一天虽然行程比较满，但至少我们一起完成了一首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并且我觉得它赋予了那首歌很强的生命力。我已经很久没有过这种比较充实并且完美的一天了。他已经听上瘾了，我跟你说。我想让他再大声一点，他还大声点，深圳的一声再大声一点。我们给他直接十二，十二会不会也太大声了？十二，听一下。没有，我站到这儿听一下。糟糕了，哎，他觉得浪漫，小鱼没有觉得浪漫。他在讲这些的时候，我觉得他眼睛里面是发光的，他很兴奋，他在说他的梦想。但是我会觉得，虽然我是开心的，但我没有那么放松，因为我确实不是跟他一个圈子里面的人，这些东西其实他不在我知道的范围内，没有办法共频，是有点尴尬的。今天真的再一次，哎呀，别说这些了 ，OK 的 ，OK 的，兄弟。从我大学读书帮我到现在了，不知道真的。如果我是你，你会帮我的吗？肯定啊，一样的。肯定的。那我们就先走喽 ，Yeah， 拜拜，拜。怎么样？会不会觉得没有啊？我可能会比较把它看待于工作啊那种感觉，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玩的，就是从无到有，创造出来一个东西。我们去打包点啥吃的，然后等会儿拿回去。带回去，好的。你把这个拿进去就行了，其他的都我来吧。那我拿水果吧。没事没事，我来拿，你快进去快进去，外面真的很冷。能行吗？行，没问题没问题，你快去。他们回来了，谁在家里啊？他们就你一个在家啊？大家怎么都不在家？你们今天去干啥了？
去玩轮滑。玩轮滑？嗯。又是运动项目？嗯。可以可以。我点个外卖，应该快到了吧？哇，好香！来吧来吧来吧，咱们就直接开动了。都可以吃了吗？里面的都可以吃了。啊、哦、不不，丸子别吃，你先吃。谢谢。哇，饿了倒是，这录歌时间实在是太久了。嗯，好久没有喝火锅了。你自己吃，我自己会夹。这要三个人一块吃吗？点个外卖。喂，你们又点到那家吗？哎，这仨人，小韵他们呢？嗯？小韵呢？没看到。你可能要去房间问一下他。嗯。你们是？大家都不在家，都去哪儿了？嗯，应该在楼上，我要可以去叫他，懂吗？我是叫他，你叫他呗。小张有点小小的这种霸道。你叫我呗，叫我不太合适。他妈给他打视频，一分钟。你快吃、啊。嗯。你给他们留点儿。他们都没有，小赵他们也不在吗？嗯。那我先吃吧，又给他们留点。你们吃米饭吗？我们点了这个面的，等会儿我准备煮点面。你们在哪儿买的？在买底料啊？不是不是，找的那个店，然后打包过来的。哇，这一坨，你看是不是生机勃勃的？这整一坨牛肉吗？你们先吃，我看，等它太冷了，冷了一天吃，晚上吃了这个真的太爽了。这一分钟怎么像度日如年？他也想让小景赶紧下来。不然他也尴尬。对，怎么大家今天都不在呀、啊？真的是。要不要吃点？等下下来吃吧，因为我感觉，嗯，有点不合适。这家店还比较良心啊、哦。嗯。我首先给了一根。你点什么？哪家的？什么巡山令是吗？在他们家吗？不是，好像是叫啥？你吃一个吗？吃点贵州火锅。你看随便加。嗯，就这附近的是吧？对。空气都凝结住了。信息量好大哦，这一段。他们人呢？一起。他们都不在，吃饭吗？我的碗，我给你拿了，在这。谢谢，就咱四个吃啊。对，他们不在。都不在呀。咱们回来了，咱们回来。那要不，咱们先吃吧，咱们回来看看那留点。实在不行。好，够了够了。不，那个我要。异常安静。各有心事，好难啊！你怎么感觉今晚吃这么好呢？领导都不在，感觉这个家不是家。我今天本来想跟他主动回来承认错误的，没想到他不在。Hello，Hello， 快来吃饭，好了好了，太好了，正好说饿。茶饭茶饭，我们俩不往中间挪点，夹得到不？快点吃东西。好的好的。你今天去哪玩了？我今天就去咖啡馆做作业去了。补作业去了。对。
爱情算是六级。杰哥，杰哥，我想死你啊，杰哥！他这个是发自内心的说。我想死你，我万一怕你不回来。杰哥，我给你道歉，我今天早上出门太早了，我没有洗锅。哦，那你看这气氛一下活跃起来了。对。你终于回来，你要不回来，我真心态崩了。Hello 啊，老公，老公。温柔，快来吃火锅！哇，我好饿。我买点东西吃。两个鸡腿堡，然后两个鸡块。谢谢。好了。梦洁，给我换衣服去。小赵，来了来了。好了吗？好了。来，先吃点东西吧，我给你买点东西。哇，你刚下去买的吗？对啊。这么迅速？好好吃啊！等会儿是场硬战，懂吗？不会把我打吐吧？那为什么自己在笑啊？为什么只有一杯啊？你不会要跟我一起喝？我不喝，我不喝，给你的，我不吃，我吃过了的话。换换你了，你选一个。你选一个。这两个一样的，你没看出来？一样的还有什么好选的？随便吃两口。嗯，好啊。你会查那个绷带吗？会一点。那我给你查，我刚学会。嗯。听说你昨天打羽毛球很厉害。嗯、啊。你就听了啥传说？就是你打羽毛球，没有手下留情，直接扣杀。因为他要跳消气操嘛，我想把他气一下，疯狂扣他。我觉得这样才能连贯的。然后我就扣扣，他发过来我就扣，他发过来一扣，然后他把拍子给我甩了走了。真的？你想想那个画面，他啪发个球，我砰，他看我一眼。那觉得彤彤怎么样？大家彤彤怎么样？我觉得就是正常朋友嘛，不然我能那样扣他？如果对他有啥，今天我肯定手下留情。你不用，你今天让我见识一下你真面目。我不行。为啥？指不定谁打得过谁呢。哦，这个意思啊。你干啥如此尴尬？没尴尬，看你吃的嘛。咱俩没见过。昨天我真不该吃了，昨天我称体重胖了2公斤，你来小屋一顿。胖了2公斤。嗯，你看我每天停了吗？大排都吃。没关系，今天打完这顿拳击我就瘦下来了。嗯，你这是即刻能出来的吗？那是啥？看一下。那这咋洗出来啊？嗯？放这个吗？嗯。放这个吗？这个是闪光灯，室内。哦，哎，好，走。好，来，哎，你想要哪个拳头啊？我要粉色的。你要粉的是吧？你要帮忙是？帮忙啊！平时是这样的人吗？平时当然是这样的人啊。哦。热心市民小赵，哦，我是大壮，热心市民大壮。好，放这。好。可以吗？戴的。嗯。哎，你这个为啥这么好看？还有这个啊，你特意选的。不好看的人要配好看的手套，好看的人要配不好看的手套，懂不懂？那你觉得自己是好看还是不好看？我这不好看啊，我这好看，所以我不好看。你挺好看呀、啊，为啥说自己不好看啊？啊，情商嘛。你是需要我就是夸赞你？帮我推。我懂了，不推。啊。不来，不给。怎么手套也这么难戴？大傻子，我帮你。不行，非要自食其力。那必须。不能给爱情留点机会吗？没有机会，没有撤退可言了。你请了教练是吗？对啊。太好了，太好了。你好，你好，你好。嘿，
然后现在我们需要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圈圈了啊。嗯。然后我们双脚站立到前方 ，OK。然后去做的时候啊，做的时候带动我们的身体屈髋，我们要去旋转 ，OK。斜外侧45度。嗯。OK， 旋转来收 ，OK。现在又回到正位了，好，再换。然后启动的时候是我们的前脚掌啊，好，连起来的一个状态是 ，OK， 一、二 ，OK， 一、二 ，OK， 找你们自己的协调性，然后去做，嗯，15到20秒 ，OK， 来准备，开始。是这个意思吗？慢点，对，是的，稳定一点。这位男生做的很不错啊，来停四道。然后去夹的时候注意一下，我们拳头，我们打拳的时候拳头不是立着呢，嗯，我们拳头要旋转到我们的鼻尖前方 ，OK， 我们是要有目标，因为像我们去击打的时候，肯定是击打对方的头部，对 ，OK， 那瞄准对方的鼻尖以及我们的到下颚的一个位置 ，OK，、嗯、来旋转我们的左手一 ，OK， 一是左手，啊对，好，来把左手收回来，来准备二，伸手 ，OK， 收，来一 ，OK， 收，然后现在去介入到我们刚刚的动作，嗯。去做跳转的时候来看一 ,OK, 左手打出去 ,OK, 来收回来。好，来现在我们一共两个拍子看一收二收 ,OK,OK,、OK OK、然后我拍一下你们要做两次啊 ,OK, 哎来准备。我没反应过来。听到我们就要去做相应的动作来。哎对我们的脚底下应该像弹簧一样不要像木棍一样太硬了啊来准备走。OK, 来。女孩子的身体位置比你好啊。啊是吗你怎么松松垮垮的呢、嗯、一定要保证自己的核心我们的腰腹和我们的大腿整体的核心要去稳定。走 ,OK, 不要去松着不要去歪来准备。来。OK, 把手架好来再来一次。那现在我们介入到双拳的一个方式啊。一收二 ,OK, 收回来。这里难度呢是在于哪里你的平衡性 OK OK 来准备哇等一下有没习惯 get it 大概懂好然后现在进入到我们真正的一个拳击了好吧好好现在把我们的右脚直线往后撤一步同时去踏的时候要出我们的前手然后收回来来准备听我拍子啊啊好 OK 好停哇我以前有倒滑怎么滑呀、啊、你别摔了哎呦哎呦一身好强的男人坐滑啊太累了我跟你说我想去什刹海滑冰想了3-4年一直没有完成我好像小时候去也没怎么去过那以后有机会去呗可以有机会的感觉挺开心的回到童年是很美好的但我觉得成年之后也有成年的快乐啊小时候就感觉你无忧无虑后面有你父母在长大你就发现你总得承担一些东西嗯你呢我很快乐嗯待在你旁边就挺快乐的很怪你知道你有一种特别让人舒服的感觉还好吧感觉我感觉在你旁边我可以做我自己那种感觉、嗯、还挺快乐的那你之前没做自己我老想照顾别人、嗯、然后老是想去问别人或者是把气氛调起来你旁边我就觉得很舒服可以不说话就很舒服中午想吃啥我都行我找了一家那个看着还不错的餐厅我们可以去试一下那要不咱们去吃饭行感觉你也挺累的走吃饭去 Let's go 耶、yeah, 吃饭去
乖。刘军，我每次觉得走在这后面就很舒服，但只是可能是因为心情不一样，就每次走这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感觉。我记得我看到你们在这跑步的时候，哦，你还看到了吗？对啊，我就在阳台上，领导在前面，你们三个跟在后面。你没有看到我是最后面那一个吧？我跟他们跑步的时候是。所以我是这一种，因为我平时就我一般是喜欢那种爬坡，就是我在跑步机上面嘛，然后领导在前面，他把速度拉得巨快，对，他还回头看你们，我感觉他就是在赶时间那种。你身上这个香水味很好闻呢。什么？你说你身上这个香水味很好闻。真的吗？对，我挺喜欢这味道的，它叫泡泡浴。很好闻。OK， 够了。还要去哪儿呢？所以你为啥昨天问我喜欢什么花？你有喜欢的花吗？就是你平时最喜欢的。芍药。芍药。那，这不是还是得就是得了解一下吗？对。你怎么可能会喜欢芍药呢？很少有男生会喜欢芍药呀。我小时候看《小时代》，然后里面那个叫啥，好像顾里就很喜欢芍药。然后我就那个时候，我就那个小时候嘛，我就觉得哦，他喜欢的我也觉得还不错。你看过《小时代》吗？我看过啊。你也是小时，你是看的小说？我俩是同龄。不是我的意思，我是你看的小说还是电影？小说、电影都看了。那个真的。太浮夸了，但是对于童年的影响很大，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妈，哎，暑假想去哪儿旅游？我要去上海，你懂吗？他说什么你？你十一岁你要去？问你去哪儿？我要去恒隆旅游。这个沉吗？沉吗？你要不试试？你放手吧，还好。你确定？真的还好。我汗都拿出来了，你跟我说还好？算了，不来玩。走吧。这个地方得小心点了。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说让你？对对对，换鞋是对的。哇，好漂亮！小心啊，小心！是不是还是有点？没事。哎，美女，你是不是赶上了？那个演偶像剧呢，演偶像剧呢。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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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男一啊，你别忘了。你为什么选这儿啊？挺漂亮的，可以看一看这些景色。我很喜欢，吹吹风好舒服。我那个叫一声，今天我也在，你不觉得很舒服吗？很放松。三二一，哇！哎呦，你那个肺活量蛮大的哦。你要想听，我可以在这叫20秒，你知道吗？我一直吹长号了，哎，我还可以，但一直叫下去就是奇怪了。人家等会儿茶山里发现野人。茶园是我很喜欢的地方。
我觉得它是一个能够让我呼吸身心都很顺畅很放松的一个地方，很释放压力，在那里就是什么都不会想到。哎，你说他们采茶采了哪个部分呢？应该是尖尖吧。等我去问问那个阿姨。你还记得那个大姨吗？哎，我有点不好意思去问她了。我去。我最好心儿的，让我来。走，慢点，慢点，咱不急。笑啥？两个偶像向他走过去了。姨姨，那个茶叶是怎么摘的呀？对吧，你看就是这样，嘴巴一人一样。我能试试吗？就是试一下，都光捏这个小星星。哎，就哎，对对对，就是。晨晨，你看拍电视剧的，你看拍电影的。Hello。晨晨。哎，小伙子啊。他叔叔长得帅不帅？不，主要说姐姐美就行了。叔叔这道不是打我这去。喊上来，喊一喊上来。小朋友多大啊？嗯，俺的妈才三岁。哦，三岁，那是叔叔了。是是是，但这个还是姐姐。看我们居然看着看着风景就开劳动起来了。劳动人民最光荣。这骨子里流的血液在那儿。哎，行吗？一松松松。这茶采的真好，好。这我这个就可能有点相形见绌了，不好意思啊。拜拜拜拜。过去呗。这边，就这里。What's up？ 来了，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上午刚去湖州那边的那种。湖州？对，我们在湖州那边。怎么突然想到去湖州玩了？没有，因为我们是我们的小屋在湖州那边。你们的小屋在湖州？对对对对对。什么是爱的小屋？不是。不，那个小屋是大家的那种，对对对，有很多人也是大家的爱的小屋的，所以你们在湖州认识，可以，对对对，可以这么说，对。然后我们去那边的那种茶园，然后还在那种小溪边上采了一些声音，我就想说看能不能，比如说 sample 一下，因为我从来还没有给他听我的歌，比如说我写歌的时候，那种一写出来一句真的，感觉自己是全世界最。我什么时候能听一听啊？所以说我一直想找一个比较合适一点的地方，然后跟他分享一下。那你找到最合适的地方了，兄弟。对啊，这一定是最合适的地方了。也不是。那你准备好了吗？当然。Let's go. 进去吧。我直接把它导出来 ，job 给你吧。可以。我想找一下这个。嗯，不着急。我想一下，先可以来一个。可以啊，你想听哪一个？乏味。先听乏味。嗯。这首歌大概是。这首歌其实是我之前写的，它是比较那种意识形态的，就是讲自己帅，说白了就是。OK。你听到我最后一句歌词了吗？我在养一朵花，但不着急让它盛开。然后这个地方我想接。我就是让你在发威 ，OK， 这感觉已经让我下坠，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你前面在唱一些稍微 flex 的歌词，对对对对，然后最后居然拉回来，所以说你不想要乏味，这个对象是什么？只要有我在的地方就不会乏味，就这个感觉 ，OK， 应该是这么去解释他。那你感觉呢？他在你身边的时候有让你乏味吗？哎，你真的，哟，这不是读书了？问一下吗？问一下，好奇嘛？哎呀呀，哎，真的，还好啦，确实是没有乏味过。OK， 你看你有点自信。这是什么？这是哪首歌？抽完回去，对，就是我的一些歌，我会用家乡的一些方言来唱，因为我觉得成都话就那种听起来就很有感觉嘛，所以我现在像这种歌我还是会用家乡话来唱一下。对，有点儿，对，所以这首歌你想写的就是我想提醒一下自己，就是我在记录之前自己的所有的心路历程跟变化，然后想着说
如果之后未来每一天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你要知道你自己在想什么。 OK, Let's go, 你准备好了吗？嗯哼。 Let's go。 这个的前奏有一点点长，老汉给了我新装，听我妈给我取的英文名有点搞笑 But I'm strong baby, 那天看到一切的驾照上写起 My eyes are brown baby, 那几年的时光说真的我也很想倒回去。就这个大概的意思就是我一直在提醒自己，就是千万不要去浪费时间，就我真的相信这个点，就是我觉得你不努力上帝真的会把你的天赋给你收走的。相对上一首歌，这首歌你可能在他声音里听到更，因为上首歌还是有很多的就比如说 autotune 的东西，这首歌就比较偏它的原声。对，因为上一首是我当时混的时候就会比较加那种多一些，我个人会更反而喜欢这种，因为它声音本身我之前跟你说是很有魅力的，你可以听得出来它有一些怒音，还有它一些颤音，而且它在讲故事，用它这种声音讲故事，说实话就是上帝给它一种天赋，所以我觉得可以去 feel 这个东西。你听完之后你觉得这两首歌对于你来说你会喜欢哪首多一点？它其实不是很一样，就是你让我选的话选不太出来。 Alright, alright. 我们这种茶叶呢是西湖龙井杭州最有名的特产了。嗯，要采这种中间有一个尖尖头的叫芽，边上两片展开的叫叶，一芽两叶，然后呢它的长度呢也有要求，基本上是2到3厘米，你可以伸出你的小拇指的两根关节这么长。 OK, 可以采一颗比划一下，比方说这颗我要给它采下来，用食指跟大拇指捏住它的根部，然后呢往上一提就采下来了。哦，好的，行，那我们谢谢老板，我们先采，到时候还可以去炒茶。对，可以哦，你把它炒了带回去。所以你这几天感觉怎么样？挺好的。你是第一天就入住了吧？对，我第一天就入住了。你怎么样？我挺开心的，没问题。你小时候去采过吗？呢？你没有，从来没采过。我在北京长大，不怎么回去。嗯，你一直在北京吗？嗯，初中去国外吗？哦，我也是。我是13岁去的。哦，在加拿大。你在加拿大？哦，对，你昨天是不是说过？对，温哥华上。哦，那你就回来了吗？现在？上完大学回来了嘛，然后美国大上大学在美，初中高中在加拿大。你在哪里啊？San Diego。对对，昨天跟你说了嘛，又是San Diego。我去过，我还去蹦极了呢。跳那个，哦，不是蹦极，我去跳伞。你有跳过那个吗？我还没去过。那个超好玩。得体验。真的超好玩。你有来过纽约吗？来过。你觉得纽约怎么样？也挺好的。纽约就是得跟加州唯一区别就是感觉比较高大上嘛，全高楼嘛，纽约。加州不是感觉阳光沙滩。是你喜欢纽约还是喜？我是喜欢纽约的啊，我是纽约派。我感觉纽约它就是个很自由的地方，而且就因为我不开车，所以我觉得加州特别不方便。是。加州打个车要等20几分钟，挺疯。是。纽约是老堵车，不适合开车。对，然后我们就坐地铁比较多嘛。嗯，但纽约就是，其实纽约挺小的嘛，地方和地方离得很近。然后我就因为我很异嘛，我是异人，然后我就在家里闲不住，就没事干，我也会跑出去，所以在加州就不太行，感觉加州就必须 A to B A to B， 大地方都离得很远。我也是异人。你是异人？嗯，但我比较慢热。所以你的 MBTI 是什么 ？ENFJ。ENFJ。嗯。你呢？你猜猜呢？你应该是 ENFP 吧？哦，对的，我觉得我的还挺好猜。你是挺好猜的。我特别喜欢大自然。啊，我也是，我喜欢去徒步。我在纽约经常去周边徒步。我以前老喜欢爬山。对，去 SD 那个石头山吗？那我没有去爬过，我是去玩的嘛，就没去爬山。但纽约周边有很多山可以爬。是，没去。就是如果是别的地方来的，没有人去爬山。嗯，那你比较喜欢中国生活还是外国生活？你比较喜欢哪个？我比较喜欢各有各好的吧，
你回来多久了？一年多了，我去年多，去年毕业。你是本科毕业就回来了？嗯。那你现在在哪里？北京？嗯。在工作吗？对。做你是学什么？做那个企业管培生嘛。啊。市场媒体做一做，啊，以后想自己管理，想挣钱。Money。很好的理想。纽约，那你应该看过《老友记》吧？哦，我超喜欢《老友记》。你喜欢《老友记》吗？我喜欢《老友记》。你最喜欢谁？我最喜欢那个谁，那个演员，本身是演员，那个忘了叫什么名字。哦，周易，我也最喜欢周易。对，周易，对对。嗯。就老说好有底。对。对，我超喜欢他。女生，我就喜欢他跟 Rachel， 他们两个超喜欢。对。他俩中间不是还到后面不是还谈恋爱了吗？我当时可开心了。他们俩谈恋爱了，你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但是那个，但是因为不是那个是这个没一直谈吗？就是。是没一直谈，但有一段我就挺开心的。你说是真实还是电视剧？不是电视剧。我说电视剧有一小片段，说互相喜欢吗？对。啊、哦，你说真实也。真实我不知道，真实好像也有，嗯，那我不知道，那没有谈，好像是周易那个演员暗恋 Rachel 那个演员，周易贼有意思，哦，我超喜欢他，太可爱了，周易特别逗。那女生角色你最喜欢哪个？我比较喜欢那个莫妮卡。你喜欢莫妮卡这样的？对啊，我觉得挺逗的，不老发脾气嘛，然后有洁癖，也挺有意思。哦，那你喜欢谁啊 ，Rachel？ 我喜欢 Rachel。是。嗯。哦，你看这长得很好哎，是啊，很大。哦、对，今天长得就是挺可爱啊，比我这个小一点，比那长得饱满，是饱满。这个茶叶确实挺有意思啊，第一次采，我特别喜欢新鲜事情。你们之前有这种约会过吗？没有，这是第一次。啊，这是第一次。对，我们之前有那种在小屋里那个小约会吧，算是。所以你们之前一直在小屋里。对，我现在出去很开心，我比较喜欢出去，因为我特别特别我如果一直在家里待着，我会越待越没劲儿，越待越不想说话。我也是，越待越哀。我也不喜欢在家待着。嗯。那你对大家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你不是第一天见他俩吗？他俩第一印象，我觉得孙哥一定是一个很会照顾人的人，他就是那种很得体的人，对对对对，得体是的，是的，也是。然后第二天回小屋，我明显感觉他就是更忙了，他就没有办法一直照顾他，就是因为他得照顾所有人，是，就感觉像是家里就是爸妈生了很多小孩，然后有一个年纪特别大的，然后他就会承担起照顾弟弟妹妹那个责任的，是这种感觉。哎，这样抖还挺有意思啊，这样抖的。炒茶就是得这么抖，哦，到时候应该得先晒。然后上完之后，它得再滤，滤完之后就可以炒了。那你比较熟练，你这不是家庭传统吗？这个茶叶得采多少才能炒？我刚刚看了一眼，他们说一个多小时，两个人能采个30颗。咱们加快速度，比一比，看谁采的多。没问题。那你会饿吗？你饿吗？嗯，有一点，我没吃东西。行，那我们可以去吃个饭。走吧。所以咱们去哪里呢？西湖那边。嗯，哦，我想很多人一起出来玩一次。我也觉得应该大家会有那种聚会。超期待。一家人的约会。嗯，如果你觉得是就是一家人的话，你会比较想去哪里？我觉得那种 barbecue 或者在室外那种露营，对，我们前天已经吃了 barbecue。 真的假的？我来那么多天都没体验过，你就体验了？不好意思，没抽到你了。sorry 了。没事没事。我还挺好奇你的时钟是什么？我的时钟？你是？你们应该都没看过的。对。那你的时钟是偏什么样的？你的什么？你先说一下，你先给我解读一下。我到大学都差不多，然后我定的是二十七岁、28岁结婚，
我现在谈恋爱是想往结婚方向发展，不想谈无效恋爱，想谈一个有效恋爱，想走长久的那种。三十岁之前要一个孩子或者两个，最好对，然后就是死要是，三十岁要买房，33岁是事业有成啊。所以你是先成家再立业派？哦，对，因为父母比较希望我先成家后立业。然后就是后面就是50岁退休，能完成的话也很棒，是个很厉害的规划。哎，我跟车跟丢了啊？那车是哪个？应该是那辆吧？那个不是，那不是。哎，怎么不见了？好像是刚才右拐那辆车是。哎，那我先找一下。喂。没事，你这个你右转这个路一直往前走。行行，我有位置，我导航过去。啊，行。行。哦，我的图还没讲完，我讲到哪？啊、哦，我都没讲。我的图就是因为我前面到大学前面都没写什么，然后后面因为我不是25才毕业嘛。然后我写的是我想要先工作3年。然后我写的是28考研，28事业有成，28、还有一个是什么？28我有3个事情，考研事业有成，还有个是什么来着？结婚是？不是事业有成吗？结婚我写在30岁，然后事业有成吧，然后买房子。哦，买房，对，对我已经工作3年，我应该已经事业有成了。然后我那个时候想买房，然后因为我很喜欢小孩子，喜欢小孩子，喜欢小朋友，对，然后。所以我想学儿童心理或者教育学的研究生，所以过2年就是30岁的时候，我想创业，做跟儿童相关的设计类的行业，就是我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把我的本科和研究生方向结合起来嘛。然后其实我的结婚，我写在32岁，但它可以更早，也可以更晚。我觉得因为结婚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不想很急，我不想急着说我几岁必须要结婚什么的。我想说因为它很重要，我想要，真的遇到那个人的时候，我就会结婚。哇。然后在后面就没有很具体的规划了，就没有了。那也挺好。那你规划，你也是个有规划的人。我需要我自己有规划，要不然你怎么知道你现在自己？对，我也是每就是想给自己定个大目标，要每年去执行，看见没有？我觉得我就很允许我自己改变，但我不能让我自己没有规划。我也会，就是爱情东西，就是你我写虽然写28岁，但是这只是我定的计划。但是如果真的喜欢，就是你突然遇到或晚遇到，明天就先说一遍。那我是想认识一年后在一起一年，比较了解，然后往未来方向发展。我觉得一年都有点短，是吗？就2-3年这样子。但2-3年也是个能磨合的时间。对，想要就肯定得磨合一下，再看能不能真的在。那我觉得这事情不急嘛，它是很重要的事，因为我觉得伴侣就是你人生中除了你自己之外最重要的一个人，他是陪伴你就最有可能陪伴你最久的一个人。我也觉得，所以很重要。你早上是去干什么？去玩个卡丁车。That's fine。右转，随后到达目的地。这里吗？所以是这里吗？是这里。干我！你快12点没回来，会担心你知道吗？真的假的？哎呀！我们去我安排的神秘地方。露露！好，主要拍照了，哎。我觉得他们俩好适合呀，性格也很互补。希望你就是 smile。他突然会谈恋爱了。那你有觉得我也在观察你吗？哦，旅客，是我的告别礼。你帮我倒回这个。行。哎呀，这好尴尬，怎么办？还有没有啥要弄的？No。插不上话了。他怎么了？花到手了？心不在焉了。
他怎么不问一下啊？哦，嗯，怎么了？怎么哭了？我想逃离这里。